久不见。哎呦，过来过来看看的。哎，你来看一下这次的演播室。好开心啊！我也是啊。我们第二季第一期录制，吴老师就来了。就是巧了，正好到长沙嘛，肯定要来。吴老师，去我们现场看一下吧。来，先看一下。嗯。这是我们第二季的观察室。坐下，万一追剧上瘾，不想走了。我感受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视觉。我刚才看了好多工作人员带这个胸牌来的，嗯，这个好亲切。每次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写。啊、嗯。要不这会儿去看看嘉宾们？可以啊，走啊。好吧，我去看一下嘉宾，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来。是吧？嗯。哦，辛苦了！希望你们顺顺利利，是吧？一定顺利。你好，思怡，你是来参加节目的吗？我是录另外一个节目，刚好在长沙。我说那我知道，我肯定要过来。啊，嗯，我看到你好亲切，感觉。好好的，那我走了，你录吧。你快吧，嗯，拜拜。你看看谁来啦？哇 ！Hello， 吴老师。哇，你们原来惊喜是你呀 ！Hello Hello Hello， 你的手伤了？对，我手受伤了，拥抱一下，拥抱一下。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吗？我还真的就是想问问你有一些编曲的上的事情，这是真的。音乐上的事儿啊，可以啊，你就直接微信我就好了。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有的。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就是拍戏，哦，在拍戏啊，一个一个戏慢慢的拍着先。哦 ，OK OK， 那你在拍戏搞什么编曲啊？也出了，目前出了两个新歌。所以那个剧的主题曲就是你自己吗？对，也唱了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我们乐队还想写一些别的新歌。OK， 感觉怎么越变越小了呢？怎么讲话的时候还这样呢？是吧？嗯，我觉得状态很好啊。沈老师，哎呀呀呀呀，太开心了！你们都好吗？哇，你怎么会来啊？我因为我正好在长沙录另外一个节目，就巧了。我说那我在长沙，我肯定要过来。我刚刚看到你，想起在吐鲁番我们最早。你好，你好，你好。一直在看你们追你们上次节目，我觉得就是那个倪萍老师说的，哎，这么好的演员怎么这么久没见了？他当时那个在那个民宿门口接你的时候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说看你现在又重新开始做表演什么的，做演员真的挺棒，挺可以为你高兴的。谢谢，真的谢谢，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是。黄老师，哎，看谁来了？黄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对，状态变得好好。我觉得是知道郭老师还又回去拍戏，我其实听到消息还蛮开心的，因为我真的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真的会就是人生的轨道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对，然后反正最后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轨道都是最好的。对，你怎么在这里？我刚刚想说，哎，郭哥怎么又来了呢？你是不是以为他要进观察室？我就不知道啊。科科今天是特意来看大家。我们昨天算了一下，居然是有一年的时间，但真的没有觉得就是中间过了一年，就是感觉一直从来都没有间隙过。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后来看到每一个人都容光焕发，就是这些人可以养颜是吗？就是挺好的，是神经病。好，嗯，拜拜。一会儿郭老师就要去机场了，然后在走之前呢，我要跟他玩一个小游戏。第一季录完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成长和感恩吧。有哪些收获？我觉得好像对爱的能量
又回到了最初小的时候的原点，能够满满的去爱。嗯，透露一下你现在的情感状态。就是静等风来。单身是不是？对。为什么呢？我觉得不要着急吧，现在很多人追你。是这样。对性感情是不是有期待？还好吧，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静等风来。这也太棒了。说一下你对第二季的期待。最近爱人第二季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首先是看到观察室的所有那些嘉宾，觉得好亲切啊，不管是六个嘉宾本人，还有观察室的嘉宾们，还有收看这个节目的你们，都会有区别于第一季不同的一些角度输出，希望你们都能从中找到各种能量，自我小宇宙的能量，包括爱的认知提升。太棒啦，我们谢谢哥哥，也希望哥哥早日收获属于自己的直播。谢谢你们了。谢谢，客气了。